首先，首先，请问一下，这一张资料表格，我想先回答一个同学一定会问的问题，就是他说他的这个订单资料表，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谁要问问题。我直接提出最多最多同学问的问题哦，给你们参考。因为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不问，那个可能你跟不上。可是等你就是稍后晚一点再来练习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问我说，老师，我能不能把这些格式啊，本来是叫做表格的。